女人我最大新加坡节目中分享了 Laurier Ultra Gentle 能缓解生理期肌肤不适的卫生棉，而且呢它是日本制造的，而且它以前我用过它之前的那个版本已经很好了，这个是升级版更强，它能够减少呢三分之二肌肤呢跟卫生棉的接触的面积，所以面积接触的少的摩擦就会减少了。它上面呢其实有洞洞的，这个功能呢就是让那个以舒适质感为设计主旨的 Laurier Ultra Gentle 起到各大超市与药房购买。